汤哦。No no no no。就是这个洞，好，我钻进来看看。哎，我觉得有点硬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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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行，我会背包包啊，这个洞太硬了。好了，各位，我现在在快乐吊尊场了。他这边平常的时候哦，春夏秋都是放泰国虾，但是说现冬天了，现冬天了，现冬天了，现冬天了。抱歉，这是2020年12月拍摄的影片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老板刚刚去载鱼啊？哦，刚放鱼哦。对啊。哦，水哦。不好说，不好说。不好。好吧，我 OK 了。我们今天 OK 了，终于。见面了，终于见面了，终于见面了，约了3-4个月，跟着龟王绝对不打龟。我最近有点背哦，我跟你讲、哦，我最近龟气缠身哦，哎、欸，有点不好说、哦。我觉得 你还是有经验的、啊，我相信你。哦，再选一只公杆，有没有软一点的？这个超软哦、欸！先用钩子是什么？没钩子。哦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小金鱼还有泥鳅，哦，他会附这种饵哦。没有，这是一盘50块，我觉得很够用哎。哦，哎、欸，你怎么抓起来啊？够准。哦。要对啊。哦。哦，好啊，谢啦，试试看。哦，我觉得今天有戏耶。哎呀，鱼很多啦，但是你钓不钓得到？哦，真的鱼感觉很多嘞，一直在那边炸水花。哎、欸，有浮标自己在抖哎、欸，那是泥鳅啊，是哦，哦，如果吃的话，整个都抽走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哦，就还记得说我们之前钓鱼啊，好像我们很少玩手竿呢、欸。只不过今天他这个钓场有附这种手竿，然后还有线跟钩子，我觉得也是蛮方便的选择哎、欸。有鱼在咬了，在沉了，沉了，不许。哎、欸，哇，干干干干去。差一点，怎么会这样？哎呦，跟上来！哎，有鱼跟上来，那我再放回去。哎呦，终于，哦，终于！有有有有有哦哦，可以，有有有跟上来哦，然后手拉回来，对对对，有有有有哦，哎，开火开火哦，对对对，提上来提上来，哇，哇靠，哎，好玩呢，哦，他很凶哦，凶哎，而且很有力耶，如玉子，哇，谢谢。哇，各位，开壶了，开壶了，开壶了！我觉得有信心了，我们今天不归，不归了，不归。哇，哦，老蟹也中了，什么鱼啊？鳟鱼哦。鲈鱼，开壶了！哦，开壶嘞！哎、欸，这是可以呢。凶哎、欸！对啊，这边是山上养的。哦。哎、欸，奇怪啊，鱼啊讲卖价就是卖价，
我跟老谢各撞一只鱼之后，就一路归到最后，直到收竿之前。终于，嗯。哦，欸，老师我也中了，哦，哦，有，开始咬了，开始咬了，哦，哦，来来来来，哦，分工合作，哦，哦，哦，碎啊，哇，哦，你也中了，开始咬了。哦，欸，各位，开始咬了，欸，哦，我们龟好久，终于咬了。来，你要休息无？哦，好啊。哦，细路，哎，路鱼都大只。哎呀，哎，还有一只很像鲑鱼的东西耶，那叫尊鱼，那是尊鱼哦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两竿两个小时钓完的。我们在管理池钓到，可以抓起来吃啊。虽然说今天钓费两个小时1200，然后两竿2400，但是今天来这边，我们只是为好玩啊。所以说钓多钓少，啊，开心的啦。那我去把这些鱼料理掉喽。我跟你讲，今天的菜很辣，你不能吃。来吧，开动啊！你每道菜都加了很多辣椒。我也是辣哦。好啊，来试试看。豆干肉丝。豆干肉丝。没想到这个钓鱼场竟然有热潮。哦，这个调味是好吃的，很香哦，很香哎，对，谢谢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是咸猪肉，咸猪肉跟别人不一样，它是炒过的，炒过咸猪肉，它比较像炒炒那个过年的那种。哦，这是什么炒腊肉？这个好好吃哦。你要吃成炒饭的？我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你都点给我吃了。哦，谢谢啊。古早味炒饭呢，试试看。嗯，阿嬷炒，阿嬷炒的，安尼。阿嬷的炒饭。哎，有呢。有古早味哦。有胡椒跟酱油味道的。这是古早味。很好吃哎，它这里就是做的东西都比较传统，因为都是阿嬷炒的哦。我觉得可以哎，这炒饭你应该可以吃两碗。对，可以，这好吃哎，这真好吃哎。我觉得光吃这个就很够了，你俩都够来了。他老婆没有吃啊？有啊有啊。嚯！谢谢啊，这是清蒸的，两只都清蒸哦，一只蒸鱼，一只鲈鱼哦。哇，好香哦！啊，你好啊，好，谢谢啦。对，还有两道哦，还有两道哦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哇，哦，今天这一桌真丰盛。哇，哦，现杀的鲈鱼。哦，好 Q 弹的鱼肉，哦，不得了哎。然后我们还有炸一道鲈鱼，哇，哦，哇，
在冒烟呢。欸、这个好吃哎、欸，安娜，不要对着它太，就安妮，我是太温柔，太温柔吗？那怎么用？哦，整只拿起来啃哦。对 对, 對，因为它炸得很脆哦，所以你整个剥开一大块一大块，它就吃掉哦。哦，这样整只抓起来吃哦。对，真的啦，这样吃好过瘾哦。我好棒！很不一样哎、欸，鸡蛋比较粉，它肉酥酥脆脆的外皮，底下藏着扎实的鲈鱼肉。嗯，谢谢。老板，如果不是钓的，你这一只鱼多少钱？不知道，好像300。300。300哦。对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哦。哇。它红烧酱汁，甜甜的，又香又甜，然后把这个炸得很酥脆的，对。加上辣，整个就不得了。然后我们前面是鳟鱼，鳟鱼，它吃起来味道是如何？现杀鳟鱼，哦，这个肉质吃起来还蛮绵密的。我要节省一下桌子上的空间，哎，不然空间不够。哦，你看这个糖醋就，这也是古早味，是我以前我阿嬷还是煮这种味道。那会把这盘鱼吃掉哦，加油！都你的，都你的，对吗？欸、你不要硬吃嘞、欸，真的嘞、欸。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到硬吃的状态。其实好吃的东西可以吃很多。对啊，难吃就真的要硬吃。对，如果你真的有看我吃播影片的话，我硬吃一点是会很臭哦、啊。一夜干都带一个，哎呦，谢谢。嚯、哦，这个，哇，一夜干也来了。这个好吃，这个真的好吃。哦。这个纹路很像鲑鱼，很像。对啊，它是不是同科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啊，哇！鳟鱼一夜干的刺啊，它是把它炸得很酥脆，可以当饼干一样吃下去。哎，可以耶。再来杯啤酒。人与人之间最好联系的羁绊就是美食。这桌阿嬷的味道让我们找回年轻单纯的模样。对，真的，鳟鱼也会吃，鲈鱼也会吃啊。各位 OK 啊，现在我们东西都已经吃的差不多了，然后剩下这半只鳟鱼还有一夜干，还有这个、啊。哦，对啊，咸猪肉豆干，咸猪肉。等等，我们打包回去，回去配酒。然后今天能跟老谢一起来这边钓，我觉得哎、欸、很开心呢。今天终于没有那么边缘呢。你的标题可以改掉，不边缘的美食家。OK， 我们再约一下了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还有去老谢那边看看。我没拍。我今天没拍啊，对啊，好了，好，那影片就到这里了，各位再见啦，拜拜，拜拜。